歌手萧敬腾去年在电影《杀手欧阳盆栽》中出世提升，演技大受好评，还以此片入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，也为萧敬腾的演戏生涯注入一剂强心针。我很喜欢，一直以来，对，因为我喜欢那个工作的不一样的感觉。萧敬腾的演技受到肯定，也加深了他对演戏的兴趣。不过他以平常心看待入围，情绪也相当平静。平常心啊，对啊，我没有周遭的人感觉那么强烈。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不懂。神话一哥萧敬腾即使入围新人奖，感言依然维持一贯的简短。不过第一次拍摄电影就入围大奖，也让萧敬腾对自己的演技更有信心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